这么狼娃的，哎呀，剩这一盏灯啊！心跳加速10多倍呀！为啥呢？紧张了。因为啥紧张的呀？吓的。谁吓你了？蛋蛋的。<笑><笑>不是你之前知不知道那个蛋蛋的是被人老胖来的？你之前知道吗？面试的时候知道，然后就没有消息。 也没看见过，刚才说什么蛋蛋的，我一听就是他，是个厨子，对不对？人刚才那兄弟是蛋蛋的，你是啥呀？我是棒棒的呗。<笑><笑>我跟你说啊，他是蛋蛋的，你就属于是狼娃的。你这门开了，你都不守规矩，你说夸夸15盏灯全给你。 那这个易中人也不用选了，大家也不用选灭灯了，是吧？直接进入吧，是吧？可以。看第一个短片吧，一起来看。白蛇和许仙之间有一个法海在捣乱，梁山伯与祝英台之间有一个马文才在捣乱，我和我的女神之间已经有7个男人在捣乱了，但是结果，哈哈哈！我还是会和我的女神终成眷属的。 老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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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叫马云霞，今年22岁，我比我的女神正好大了123天。女神真是太美了，追她的男人真是啥怪物都有。女神眼睛那么大，小眼睛的男生还吵嚷啥呀？一点都不般配。尤其最让我生气的就是。 送女神礼物，蹦蹦跶跶的，一样一样摆地上，整的跟上供似的。谁跟你走啊？还有面试的时候，有人在桌子上写了一首诗给老胖，显摆自己有才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你写的那诗名字还是我帮你提的呢。哎呀妈呀！我的女神，你需要一个爷们儿给你肩膀依靠。我以前是个当兵的，身体杠杠的。 我的女神，你需要安全感，我可以，我每次出行的时候，包里连棉被都背着，我就是能给自己安全感，又能保护你的男人。我的女神，你喜欢吃甜食，但我绝不会用买来的甜食讨好你，我会亲手做给你吃。我的女神，你最喜欢的歌叫《放100个心》，我已经整整练了1000遍了，放10万个心都有了。 我的女神，我的朋友都说我抠的一分钱不花，一根烟不给，但是我想告诉你，我没乱花，都攒着给你花，让你打扮，让你去做喜欢的事。我还是会和我的女神终成眷属的，老婆，跟我走吧，跟我走吧。 哎呦，这也是有这个短片当中有太多太多浓烈的爱了啊！太，实在太浓烈了，所以他急也就对了。是因为老胖一旦跟前面那蛋蛋的牵手，那意味着兄弟你连出场的机会都没有了。是，我们直接就换备用嘉宾了。<笑>那不可能，还得还我还抢亲呢。强也要把你抢回来。啊！强也要把你抢回来。 没想到，就是选几个意中人，他都数了几个，都数了。嗯，你他跟你之间一共有7个男人在中间搅和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是谁。啊，哎，不是7个了，加刚才那哥们是8个了吧？8个了，我成老9了，但是没有第10个啊，没有第10个。好，二哥啊，来给我道具给我拿上来，我给你讲讲这怎么事儿。 啊，带道具了哈，来来来，二哥来，快点，霞儿。
哎呀，带家伙事儿来的都啊！以前奔老胖来的都白扯。先，我给你讲讲怎么事儿啊？啊，这个他唱着转的，那肯定不行了，是不？然后这个眼睛那么小，那肯定白扯。老胖眼睛那么大，这谁找个眼睛小的，对不对？这个个矮肯定不符合标准，老胖是那个择偶标准身高是1.75米到1.78米之间。这个你说就那个曹勇哈，166，跟他上供去，跟谁俩呢？谁能跟他走啊？都白扯。对。谁不白扯？我，那肯定的了。我一看呢，也没谁了啊，就把之前的所有的这些人都告白扯了。我也不知道电视机前就我们这些小伙子看完都得多憋气啊！说本来我没领走，我就没领走，干啥出来又给我们磕碜一遍呢？对不起，我错了啊，七个哥。行吧，来，接下来有请这个女神出场吧，有请老胖，来。老胖啊，这个心情是怎么样的？今天都快成你专场了。我没寻思他下去吧，又上来。你没，我们也没寻思呀。那你说，激动，不知道咋说好，不知道怎么形容。你先不要激动，我给你个礼物吧。二哥，请开门。哎呀，还带范儿出来的，这是我们两个之间幸福的一根红线，你把它牵到头。你是让人那八个都是白扯，你这就是要扯呗。相信我，你扯吧。你看你看，在这个舞台上你扯吧，我不扯，你扯，听我的，扯，你扯不扯？相信我，能扯出幸福来吗？能，能扯出，能扯出惊喜来吗？能。你能保证绝不白扯吗？绝不白扯。来，观众扯不扯？扯。来，观众扯不扯？扯。多用心呐、啊！哎呀，这都是怎么个设计呀、啊？哎呦，这代表我对你满满的爱。我不敢确定能给他多大多大幸福，
但我敢保证，我不会让你受一点点委屈。我结实的肩膀，只给你依靠。我希望你能跟我走，跟我回家，我俩过我们幸福的小日子。跟我走吧，跟我走吧。先生，先生，不要犹豫了，跟我走吧。喜欢你。你挺好，挺优秀的。跟我走吧。但是优秀的人，好的人会有很多，但是不一定适合我，也不一定是我自己所喜欢的。可能我现在这么说，现场有很多人心里都想说，我你咋那么狠呢，那么绝情呢，或者说就你那样的，你差啥呀，就类似这些的话。其实要是我也会寻思这些，但是处对象这玩意儿真是伤感的不是买卖，你情我愿的事儿，真的。我不喜欢你，我也不能跟你走。差啥，千差万差，差啥，其实那些都不差，就是感觉呗，就是感觉，感觉谁也说不明白，但是感觉非常重要。你觉得他为你做的这些和刚才他说哎呀那几个都白扯，七大白扯八大白扯啊，你觉得？我非常就是都是感动。刚才那个我说他不活泼不开朗，你超级开朗超级活泼，就然后让我觉得你非常的不成熟。就是我感觉成熟的人不会互相那么比较，完了你把他们就做成那个片儿来说你好，你自己好，完你还说给我那东西是上供的，就是很多很多。你喜欢在朋友圈里发说你喜欢放一百个心，对吧？是，我发过那个歌，我学了好多遍，学会了，给你唱，唱给你听。如果不爱我就放开我的手，你掉头就走我也不会挽留，放一百个心我不会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，后续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着您。这里是爆笑综艺场，咱们下期再见。